斌师傅，台下三位裁判分别是张耀刚师傅、姚伟文师傅、黄一桥师傅。In the red corner, he is the I-1 Intercontinental Champion 2022, with a record of 215 fights, 171 wins, 60 by way of KO, and 44 losses.Fighting out of Fury, Muay Thai, and Boxing, representing Thailand, Han Jatina! 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代表，215赛171胜，44负60 KOs， 是2015年 I-1 环球拳王，2021年、2022年 KF1 拳王。2022年艾文首世拳王胡迪，比赛结束，
在裁判宣布这场比赛的赛果之前，我们有请今场比赛的颁奖嘉宾，是我们的泰国旅游发展局驻香港局长 Leporet， 有请。第一个回合，1分52秒，乌迪 KO 咗南方乌迪星。好，有请我哋嘅香港局长，为我哋颁发奖项啊！先颁俾南方选手，唔该。亦都见到城市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嘅杨启光先生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唔该咁多位颁奖嘉宾咧，可以聚集埋一齐啊，咁啊，权证啦，咁啊，一齐影幅合照留念。再次多谢两位拳手，亦都我哋俾啲热烈嘅掌声啦！打得十分精彩嘅一场比赛。好，现在请咧咁多位嘉宾咧，稍后报到台下就坐啊，因为咧接住落嚟，我哋将会进行今晚压轴。